花。懂，懂，干什么呢？懂。烦死了。啊，不闹了，带你去立了。哎，我还没说完。哎，你坐在这监工，我去收。还在想娜娜的事儿啊？嗯。我们不妨雇佣娜娜重新开始直播。陪你讲，讲。黑灯瞎火的，你慢点儿。哎，我都哎。笑什么笑、我扶你，我扶你，我扶你。绝交三天，我跟你说，别理我。我错了，道歉还不行吗？红豆，豆儿。第二，为什么不回我微信？你手机在充电。哦，那你早上也没回。那就是故意不回啊！你还问，我要让你心体验一下。你说你今天晚上你什么时候回？告诉我嘛。告诉你，没时间。行，再见。还说我幼稚，自己不更幼稚吗？哎，你大白天骑干嘛？在这逛来逛去，我还没说你浮夸呢。你最幼稚。勾一把草戒指，你哄谁呢你？云南送不送的？云南心。红豆，回家吃饭啦！我阿爸、我阿姨还有阿远回来了，阿姨你还没见过呢，她特别想见你。啊？怎么了？这算是正式见家长吗？应该算。那我打个电话啊，我给我姐还有我妈打个电话，视频开会。啊，开会！哎，别玩手机啊，多听少说，保持微笑。妈，知道了，还有你。没有啦，哪那么复杂？去吧，皮卡丘。好嘞，走，买水果去。我已经买好了，人跟我回去就好，不要紧张。我不紧张啊。不紧张开电话会议啊？报备一下。报备一下，那干脆报一下。红豆，阿姨敬你一杯啊！谢谢阿姨，敬你跟阿瑶事业感情都顺顺利利的。你们放心，我一定好的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你要是对我不好，我就跟我阿姨打电话。红豆要是对你不好，你就检讨自己。就是。我现在对全家来说就是一盆泼出去的水了，是吧？开始办吧啊！是，那是可泼了我一身。说吧。送你。记得吃早饭。整个世界涂着金色的秋天，飘雪的冬天，也许想着未来的事情太遥远。这课不是白上的，交学费。是啥？等你出现在我身边，就生活生活五彩缤纷，轰轰烈烈，风风火火，花天酒地的世界。谢。公众场合啊，影响不好啊！不是黑灯瞎火影响谁了？我说影响不好就影响不好。嗯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呦，那你照顾醉鬼了。哎，你其实还行，酒品挺好的。可是我跟你说，上了年纪，酒还是要少喝。什么叫上了年纪啊？我正青春，好不好？哎呀，照顾我辛苦啦！让小生我头掏放，按摩放松一下。哎呀，看这里，你干嘛？怎么了？你怎么才来啊？你等等。还好。看你不太开心的样子。就是工作上那些事儿。乱糟糟的，我看你那个样子，还以为出了什么解决不了的事。我都习惯了。嗯，遇到点什么事儿啊，就是这副拉不出来又憋不回去的样子。我瞧瞧，你不知道啊，当时他那泪流的呀。啊，好，行了，徐总，我承认我不如你，好吧？这瓶啤酒我干了。哎，别，剩下多少全是我的。别，我都没怎么喝呢，给我留点。嗯，给我，那我喝你嘴里。谁这么无聊啊？估计是哪家熊孩子吧。哎，我老觉得哪儿不对劲。
怎么不对劲？我老觉得碰到村里的人吧，他们在看我，议论我。这不是很正常吗？聚在一起不都说，哎呦，那个女孩是我们阿瑶的女朋友啊，眼光真好，这个美女看上了我们家阿瑶。你脸皮怎么那么厚啊？那为什么不能是？你看他这大美女啊，你看他怎么了？看上阿瑶哪一点呢？图他什么呀？图我帅吧。走吧，走吧。抱一个。哎。晚上给你做好吃的。我做也可以，想吃什么？还是算了吧，你那时候放老车的手艺还是留在老家自己用吧。你怎么还锁喉呢？怎么了？我妈教的。哦，好，不跟你闹了，我真走了。慢点啊。真走了啊。拜拜。阿奶，我有浴巾，你不用上。许红豆不是。哈哈，你穿着短裤我能看见什么？这么晚了，你过来干嘛呀？我来看你啊。你这么粘人啊？我走。红豆，过来陪我。嗯？你听到没有啊？最近那些奇怪的传言。什么传言？说啊，你拦着别人做生意。这事啊，你不用管，啊，有我呢啊。那你也不能光跟我说好的，不好的就不告诉我吧。我不想你不开心嘛。你只当抱薪鸟我才会不开心呢。我没那么脆弱啊。我们要并肩作战。明白。你真的明白了？嗯。没什么瞒着我了哈。没有。好，那你让我弹个脑瓜崩，我就原谅你。嘿，来来来，你肯定舍不得。啊，早了，我回去休息了啊。哎，别走啊，来玩。玩什么呀？赶紧休息啊，精神好。哎，熊闹，对不起啊，是我连累了你啊，让你受委屈了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嗯，昨天的事你确实有错。是，我没有处理好。我不是指这个，你前几天怎么跟我说的？什么叫对我没有任何隐瞒？是啊。那别人给你投资这么大的事情，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那个事情有点复杂，那可能不行，我怕你失望，所以没跟你讲。怕我失望？那在你心里我就是个唯利是图的人呗，我就一定会兴高采烈的，高高兴兴的，我希望你接下这笔投资，反正我又不是这里的人，等到这个村的资源油尽灯枯，我就去再找下一家鱼苗村继续去吸血，是吧？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呀，啊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是我的错，对不起，我也希望你不要再生气了，好不好？你就一直低着头看我，是吧？觉得我是你女朋友就要哄着，是吧？遇到的事情就先道歉，先赔不是。好，哦，我错了，我立正挨打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们就冷静一下吧。红豆，许红豆，不想跟你说话。门没锁，请进。谢总有什么事儿啊？致歉信，许红豆女士，对不起，一切的发生都源于我的自以为是、自高自大、自我满足，这使我们的感情产生了裂痕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不能取得您的原谅，我保证将来对您保持绝对忠诚。绝不刻意隐瞒任何事，此致，请领。您的申请我已经收到了，会尽快处理。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，晚安，徐女士，您一定要尽快处理哦。晚安。谢老师怎么了？在哪家医院？好，别着急，我现在马上过来啊，别着急。谢老师他心脏病发了，现在在医院。你别急，我不去机场，我跟你去医院。
谢老师怎么样了？刚刚医生说脱离危险了，当然还没醒。没事。幸好有你在。接电话那会儿，我真的有点慌。这不就是另一半的意义吗？你挡在我前面，那你要倒下的时候也得有个支撑。你把人生的重量交给我一些好不好？信任我一点。知道了。你道歉信我通过了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红豆。嗯。到酒店了。我还是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看这个酒店。工作了这么久，没看过酒店吗？